华去年合并营收57亿元，年增幅度是5.6%， EPS 10.66，每股要配发股利9.27。由于精华近年来积极拓展海外市场，透过旗下三大品牌积极布点，预估到了2016年，饭店客房会突破4000间，反而认为精华的成长动能强劲，今年营运获利还会再创。